Hello， 我係事關簿笠嘅 Abel， 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一周表事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哋嘅節目咧，記住睇完之後俾個 like， 同埋介紹多啲朋友嚟睇我哋。腕錶咧本來攞嚟睇時間嘅，不過有啲腕錶咧就 offer 更多，例如好似一啲複雜功能咁。有一個擁有282年歷史嘅腕錶品牌咧，佢就將呢個複雜咧係推向咗極致。呢個品牌嘅名咧叫 Jaquet Droz。雅多羅其中有一啲腕錶咧係擁有呢個機械動偶嘅技術。咩為之機械動偶呢？例如好似喺森林裏邊開緊屏嘅孔雀啦，又或者喺荷塘裏邊游水嘅鯉魚啦，又或者係一啲識得唱歌、識得喐嘅雀仔。今日咧，我哋想介紹三隻咧比較有代表性嘅 Jaquet Droz 嘅腕錶，其中有兩隻咧係擁有呢個機械動偶嘅技術。第一隻我哋想講嘅腕錶咧，佢嘅名叫 Bird Repeater。我哋望到咧呢隻腕錶係色彩非常之豐富啦，佢成隻錶都係用18K 金去做。咁啊，上面咧有兩隻大嘅雀仔，有兩隻細嘅雀仔，有個雀仔蛋同埋一個雀巢。呢隻腕錶咧係擁有三問嘅複雜功能，咁啊左手邊嘅拉杆拉落嚟咧就會啟動個三問啦。咁另外咧仲有八個機械動偶嘅動作嘅喎，即係爸爸雀咧就會展開佢嘅翅膀啦，媽媽雀咧係會餵哺個雀仔，而嗰粒雀仔蛋咧仲會孵出一隻雀仔嚟。呢個腕錶 size 都幾大嘅，佢嘅直徑咧係47毫米，咁啊用紅金製作啦。佢嘅機芯咧係一個手動上鏈嘅機械機芯，係擁有48小時嘅動力嘅。佢係限量8隻，同埋定價咧係港幣38,380,000。第二隻想講嘅腕錶咧，個名叫 Magic Lotus Automator， 咁啊中文咧叫錦鯉幻蓮。我哋一眼望到嘅就係一個黑色嘅 Onyx 時分嘅小錶盤，下邊嘅咧就係藍色識得轉嘅一個珐琅盤。咁咧佢係代表咗荷塘嘅喎，咁啊喺荷塘上邊咧有游緊水嘅鯉魚啦，同埋有整個荷花生態嘅循環。咁啊上面有蓮蓬啦，有盛開嘅荷花啦，又跌咗落水嘅荷花啦，同埋下一個荷花生態起點嘅蓮子嘅。最特別嘅地方咧，係嗰朵跌咗落水嘅荷花，佢中間嗰粒寶石咧，每一次經過荷葉出翻嚟嘅時候咧，都會變色嘅喎。白色嘅寶石咧變成咗藍色啦，然後係黃色嘅寶石，最後咧係紅色嘅寶石。因為腕錶嘅直徑咧係43毫米，有兩種材質嘅選擇，分別係紅金同埋白金。咁佢咧可以防水30米嘅。機芯咧就係分開兩個部分嘅喎，負責顯示時間嗰個機芯咧係自動上鏈，擁有68小時嘅動力。至於嗰個控制機械動偶動作嘅機芯咧，手動上鏈，上滿咗鏈之後咧，係可以行4分鐘，即係可以令到嗰個荷塘咧係轉動8次咁多嘅。每一種材質，紅金同白金咧，都係限量28隻。佢嘅定價咧係港幣1,700,000。Jaquet Droz 今日嘅腕錶咧，全部都擁有佢哋8個密碼中間嘅一個或者幾個。咩為之 Jaquet Droz 嘅密碼呢？第一個密碼咧就係佢哋最標誌性嘅8字形大秒針嘅錶面設計啦。第二個密碼咧就係佢哋嗰啲機械動偶嘅技術。第三個密碼咧就係裝飾嘅工藝。Jaquet Droz 咧好多腕錶咧都有珠寶镶嵌啦、雕刻啦，又或者係玫瑰嘅技術嘅。咁而第四個密碼咧就係大明火珐琅，第五個密碼係三葉草嘅圖案。Jaquet Droz 咧都好中意咧喺佢哋嘅機芯上邊咧係刻上三葉草嘅標誌嘅。而第六個密碼咧就係一啲會發聲或者其他嘅複雜功能。第七個密碼咧就係礦石嘅錶面。每一塊礦石咧都係唔同嘅，所以咧佢就會令到只腕錶咧變成獨一無二啦。第八個密碼咧就係 Jaquet Droz 限量嘅腕錶咧，佢嘅數目都好特別嘅，分別係1隻啦、8隻啦、20隻或者88隻咁嘅。今年 Jaquet Droz 咧就推出咗一個全新嘅8字形大秒針嘅腕錶。呢個標誌性嘅密碼咧，一眼就可以認出嚟噶啦。喺12點鐘嗰度咧就有個時分盤啦，而6點鐘位置咧就有個大秒針嘅盤，再加上呢個日期嘅顯示。今次嘅錶殼材質咧係選擇咗用鋼啦，而呢個腕錶嘅尺寸都係一個新嘅 size， 係41毫米嘅。咁啊，錶盤方面咧有3個選擇，分別係黑色啦、灰色同埋銀色。嗰個機芯咧係個自動上鏈嘅機械機芯，可以提供68小時嘅動力。佢嘅定價咧係港幣76,700。睇咗三隻咁與眾不同嘅錶咧，大家會唔會奇怪點解呢個品牌可以製作到呢啲咁嘅作品咧？咁我就要睇下咧呢個天才製錶師 Pierre Jaquet Droz 嘅故仔啦。Pierre 咧佢係出生於1721年啦，喺瑞士嘅製錶儀路南 La Chaux-de-Fonds 嗰度噶。咁啊，喺佢17歲嗰年咧，佢哋已經可以做出一啲好精美嘅長盒鐘，叫做 Long Case Clock。
嗱，喺佢37歲嗰年咧，佢就帶住6個好高工藝嘅長盒鐘咧，經過49日嘅路程，由瑞士咧去到西班牙嘅馬德里，去近見西班牙嘅國王啊 Ferdinand VI。西班牙國王咧就好喜歡 Jaquet Droz 嘅長盒鐘，全部幫佢買曬落嚟，仲俾咗2000個金幣啊 Jaquet Droz。2000個金幣咧，當年咧應該係一個天文數字啦。咁啊 Jaquet Droz 帶住啲錢咧就翻返去家鄉啦，咁啊繼續去鑽研佢嘅製錶技術。咁啊除咗長盒鐘之外咧 ，Jaquet Droz 仲做咗好多精美嘅代錶㗎。咁啊其中咧仲有啲係有3紋嘅功能。咁而佢最標誌性嘅設計咧就係嗰個大八字形嘅大秒針錶盤。嗱，經過16年嘅努力，去到1774年咧 ，Jaquet Droz 再次為佢嘅收藏家同埋客人咧帶來另外一次嘅驚喜啦。因為當年咧佢哋 present 咗3個機械嘅動偶，咁啊分別係作家啦、繪圖員啦同埋呢個音樂家。作家咧就識得寫字嘅，咁佢可以寫完整嘅句子；繪圖員咧就可以幫你畫唔同嘅公仔，例如佢可以畫一隻馬啦，或者係一隻狗。嗱，音樂家咧就識得彈奏唔同嘅樂章嘅。嗱，呢3個咧。機械動偶都係非常之複雜，咁佢哋咧就令到 Jaquet Droz 咧聲名大噪。咁 Jaquet Droz 除咗係一個出色嘅製錶師之外咧，佢仲係一個好聰明嘅生意人。咁當年咧，佢已經諗到咧要將佢嘅產品咧推向國際市場，於是咧佢就喺倫敦同埋日內瓦咧就分別成立咗佢嘅工作坊啦。通過倫敦嘅工作坊咧，佢就將佢鐘錶咧就係出口去到歐洲同埋亞洲嘅市場。咁終其一生咧，佢總共出口咗超過600件嘅鐘錶作品咧，去到中國。咁其中有一啲咧，更加係俾乾隆皇帝所賞識啦，同埋收藏。咁啊 ，Jaquet Droz 去到2000年咧，就加入咗呢個 Swatch Group 鋭錶集團，而且咧喺 Les Enfants 嗰度咧就建立咗佢哋好先進嘅廠房。嗱 ，Jaquet Droz 咧係一個擁有非常之高工藝嘅品牌，最難得嘅地方咧就係佢將始創人200多年前嘅機械動偶技術咧一直保留到今日，而且咧係將佢微型化。放在一隻腕錶上面，這個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成就。好了，今個星期的周表示時間差不多了，多謝大家。